路不够长啊，路不够长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宝，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女车房。先介绍一下今天的美女，她就是小粉，好吧？就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小粉，反正她的头发是粉红色，就叫她小粉，好不好？这样也比较好记。好啦，那今天重点呢是我们这台车，警察超跑迈拉伦 P1， 真的非常非常的帅啊！想必刚刚前面那些特写画面，你们看的应该很过瘾啊。来，我们先坐上去看一下它的内装怎么样。你看一个小粉上车多可爱，那我们切换一下，好、啊，这个后照镜是没问题的，是会跟着路一起动的。然后它上面还有那个警察车灯的那些灯在闪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内装，都是碳纤维啊，可能是因为第一人称，我这样看可能会有些破图，因为这台车有点低。椅子的皮革也做的蛮清楚、蛮漂亮的，门把的那个皮革也做的很棒。OK 啊，这个内装我觉得可以啊，仪表板的那个也会动，它连那个都有做出来，可是我不能再往下，不然我也很想再往下继续看一下它其他的东西。好，再来呢是它的警铃，按一就是停下来，就跟一般警车一样。OK， 还不错，那我们先去把它的一些东西升级，先去改车，找老板去改一下，走走走。好嘞，我们先去改一个车。帅帅帅！好了，我们的车差不多改一改，然后我们的外观，并且要还原那个警察车的真实样貌，所以我们的外观没有动到太多，就加了一些灯啊，然后升级车，主要是升级一些性能而已。那其他东西外观我们是没有改变的太多啦，对吧？毕竟要警察车的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稍微开一下。看一下，哎呦，我的同事，在路上看一下他的操控性能怎么样？可以，他的加速感觉好快啊！现在车子变得更稳了啊！我怕他速度一快，我就这个难操控。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而且你也仔细看他那个扰流板会动哦，很酷啊，超帅！我真的很喜欢买的。哎呀，我啊！我们切换第一人称开。哎呦！快！哇！我要开警铃啊！不然机器人，你看我开警铃，他们就给我闪开了。真把路让给我嘛？真是的！哎，我操！哇！谁跟我对撞啊？我直接把他那台车撞飞啊！因为这台底盘很低啊。那我们就在开着，哇靠！我们就开着警铃啊，然后我们就一路这样，呀，有点翻不回来。加油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飙，然后顺便测试一下它一些性能。哎呦！今天车怎么那么多啊？怎么可能？今天车好多、哦。点，好多车，真的好多车。哇，这个技术要哇哈哈！我看我真的没办法在道路上好好的开了。天哪，车子太多了啦！这次真的很多哎、欸，我讲要闪到什么时候？你看，我靠，哇！你肯定觉得神经病说哇，这台警车是怎样啊？哇，而且他这台车一翻很难翻回来啊！等一下，我什么这么多车啊？你看又来一台！哎呦，天哪，我这个技术是怎样啊？
唉，一方面这车真的太快，一方面今天车子好多。如果要我认真开的话，也没办法测试它的。你看，这台车是故意来撞我，是不是？它明明要左转，它突然往右啊！算了，我们直接去测试它的一些性能吧。Let's go！ 来，为了测试它的全方位的性能，我特地准备了一个上坡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上坡加速如何。那警铃有点太吵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啊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冲啊！看一下上坡的加速如何啊？哎呦，有，看会不会到两，应该会到200。哎呦，我怎么翻起来了？我靠腰！点点九点八点九点八点，怎么回事？不！哎呀，怎么翻起来？重来！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啊！冲！就这个，哎呦，怎么才刚开始？不是吧，大哥？这台车底盘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不能受到一点刺激是不是？啊？好，来，走，稳一点啊 ！Go！希望不要再出什么问题啊！哎呀，好，我到230，哇！是怎样？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？哎呀，我都快要成功了哎！哎呦，都已经冲这么久了，奇怪是卡到什么东西是不是啊？明明都空空的啊，空空如也的，怎么会撞到嘞？好，我就看我要跑几次啊，这样子，我靠！显得我是失算了，不管怎么跑都会被铐起来啊，到底为什么啊？一直被铐起来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不管啦，我们直接冲啊！他妈的，是这台车设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啊？不要再有问题了，拜托！看能不能接着跑，不要翻过来都好。哎呀，不是这样子吧？好，我们的性能啊，就是各方面全方位的，所以。在那个各种难关的情况下，我们都要去测试它，看它能不能度过这些难关啊，才能测试到这台车真正的性能啊！哎呦，我靠，怎么不靠？哇、哦！这想说这只是一个上坡、哦，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冲下去的极致速度，300。如果够高的话，可以再飙上去，我觉得。啊，我们车已经烂了。我们换下坡吧，上坡我真的是放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刚刚那个上坡的最顶端啊，那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冲下去了啊，希望不要再飞起来了。好，数到三我们就冲了，1、2、3，冲啊！看一下尾数可以到多少，希望可以冲的顺利一点啊。下坡比较顺哦。哇靠，直接一个被迫刹车啊，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分两阶段吧 ，Go！ 冲啊！哦，我靠，又飞！不！我的操你妈的！哇，哎呦，我的天啊，这测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天啊，这台车设计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？Oh my god！ 啊，算了，那我们就。算了，直接平地测就好，平地测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测试的是呢，它0到100需要多久时间？准备啊 ！OK， 1、2、3，冲啊！哦，100了，哇，好快哦！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测一下它的尾数，准备，1、2、3，冲啊！可以，算，我已经200了。哦，我觉得到300多应该都可以哦。要300了，靠腰！妈，路不够长啊！哎呀，路不够长。好，我换个地方。这个这么长，应该可以了吧 ？Let's go。彻底的看一下它的尾数到底可以飙到多少。哦，呀，又是怎么这样？我车子怎么怪怪的？什么声音啊？
我老流板出问题啦，是不是？速度太快，那个老流板，你有看到那个老流板一直动来动去啊？对，你看那个老流板，你看又飞，那是好像到一个速度。Oh my god！ 我跑回去看看，前面这台车到底出什么问题？是要上去吗？哎呦呦呦！又飞，我有飞哦，一直飞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真没办法好好测试这台车。来来来，各位，我还是不放弃哦。我现在到机场这边，就是要把它的尾数给测出来哦，不知道会不会又失败。来冲，把它踩一点，踩个垃圾。感觉在平地的这个地方测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在那个新增的赛道那边，哎呦，前面有飞机。哎呦！干，赛道还是不够长啊！干，还是不够长啊！哎呀，这根本测不出来嘛 ！Oh my god！ 好，既然他不让我好好测一下他的速度的那些性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来测你的操控性能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选一个虐你的地图啊、哦！好，我们直接冲啊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诶、欸，我操！这台车真的是有 bug 哎、欸，他妈什么地图都有问题啊，一直穿过去，妈的嘞！我去，这台车到底……而且为什么变平头了？我头发嘞？我头发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小粉！我真的是他妈的，妈操你妈的！干！哦天哪！好啦，那这台车好不好就由各位自己评判啦。车是帅是帅啊，但是他毛病鸡巴一堆多啊啊，好不好？他妈不要揍我了，妈打女生，你在对吗？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还想要看我下一次开什么车的话，欢迎在留言告诉我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操！